大家好，我是韩家的孩子王萌萌叔江夜。今天是夏季龙虾大赏第一弹，今天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哇真的月销爆炸，最多月销800000+的龙虾尾。800000+是什么概念？只要互联网上想买虾尾都会看到它。对对对，是的。视频开始之前记得给萌叔一键三连啊。今天我们测评的全部都是虾尾，非常符合你的性格，就是简单方便。但是我要声明一下，因为我本人也不是什么质检局，我也不知道这个龙虾的生产条件到底是什么样，我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它的口感值不值这个价钱。如果大家有知道一些什么关于它的负面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评论或者是弹幕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这个视频就是一个平台，让大家一起去种草，也要一起避雷。第一个就上最猛的800000月销那个一语先锋麻辣虾尾，它的这个定价策略啊可精彩了，40块钱一盒，这么贵啊？99块钱买5盒送2盒，7盒。对，我本来是当时只买了一盒，他们客服给我发了好多条私信说，先生你这样买不划算哦。莫名其妙的我就又多买了几盒，这个一盒是250克，其实不是很大呀，解冻后加热就可以吃了。它这个包装其实是这种铝制壳的，但这个你不能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的，这个是要倒出来放在锅子里热的。或者说你要在微波炉里热的话，你要把它倒到碗里面热，这个直接热的话会燃烧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哎呦，我都撕不开它，这也太难撕了吧！这么看是不是还行啊？250克的克重，里面差不多是有1、2、3、4、5、6、7、8、9、10，25颗虾。妈呀，也太小了吧！哇，漂亮是蛮漂亮的，但是就是少。这谁够吃啊？你个5分钟就吃完了，好吧？手洗过了啊，我来尝一下，看好不好吸。好吃的 Q 弹的小龙虾肉很好吸，口味呢？我是蛮在意龙虾肉的肉质的，尤其是这种虾尾，其实是质量是参差不齐的。是的，以前我们也吃过一些虾尾，你吃到的时候，它加热之后，它连那个虾头都黑掉了，甚至还有一点点放久了的臭味。但这个虾肉还是保持了一个 Q 弹的口感，吃到嘴巴里的时候是麻麻辣辣的，重点是它在辣当中加了点点的麻味，调味其实还是可以的。这么一算，99块钱买个7盒，好像也不亏。你想7盒，那总够吃了吧？你现在出去吃一个龙虾，99块钱能吃个啥？就是有一点点微微的咸了，要配饮料吃。你尝一下，哦，蛮好咬的。对啊，对我来说还可以，虽然说不是特别的辣，味道就是属于中规中矩，没有说惊呼精彩。但你想一下这个价格，我觉得能做到这个品质，当然我只针对于我买到的这一份。这么精确、啊？对，我不太保证你真的收到的是不是好，因为而且你下次收到7盒，我觉得99块钱吃这个不亏的。检验虾尾的标准不仅仅是吃虾，那是你还需要在里面放一点点的面捞。一下看看它好不好吃。哇，龙虾汤汁配面绝了，这是一份好吃的龙虾，你吃到最后再嗦一口面，哇、哦、真的夏天上天非常快乐。我来加点面尝一尝，现在真的是什么样的神仙时刻啊，人家都是面上盖龙虾肉，我是龙虾肉上盖点面。哇，外卖叫这一份也太幸福了吧，以后我就要开这样的店，亏死。好吃的哦，香香辣辣，很爽很爽。你愿意花多少钱买这份面？如果在店里面卖的话，我觉得它可以卖个38块钱。感觉今天这个视频越拍越开心的。下一个销量第二的天海藏麻辣小龙虾虾尾，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跟刚刚的玉先锋长得是一样的？连包装色调都差不多，但是它是月销600000+，99.9块六盒。第一个是99块钱七盒，消费者是很机灵的，哪个便宜买哪个，你看月销很明显。哎，都很难撕哎，有没有可能是你手无缚虾之力呢？那你来，你撕给我看。哦，我指甲劈了，看起来几乎没有差别。虾多吗？24克，它这个也是250克，称重的差不多。天海藏的这一份，你就会觉得它的汤比较稀，不是那种浓稠的酱汁，但总体看来其实差别不大。它不如第一个，它还贵呢。它虾肉有点像虾干儿的干，当然我只针对我买到的这一份啊。我来先尝一个，有股水产的那种生味儿，就是虾肉不是很入味儿。嗯，它有点虾干的感觉，对吧？而且是它有点缩进去了，就是虾肉没有刚刚的弹牙。是的，而且它的汤汁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水积极水多，我们在热的过程当中是一滴水没有加的。它这个吃起来的时候就是有点像是你在小龙虾汤汁里面泡了水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没有第一份好吃，但是它比第一份要辣一点。那我要吃的是虾呀，我要辣。辣的话直接吃辣椒好了，加一份面看看呢。这个汤汁都挂不到面上，它就是面条在汤汁里面洗了个澡。
没有第一个好吃，它的辣就是干干傻傻的，很清汤寡水的辣。第一个其实更偏五香，这个有点麻辣。如果你们是爱吃辣的话，我觉得天海藏的话会比第一款的更辣一些，里面的辣味啊、辣粉啊更多。但是它除了辣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它就蛮单调的辣。如果你的人生像阿爸爸一样就是爱辣的话，你可以吃这一份。哪有？我觉得第一份好吃。你变了，你的灵魂变得多元了。下一个西鸭虾，它这还是个新音呢，西鸭虾，13香虾尾，17.99一盒，月销100,000加。但它这个感觉是一个互联网品牌，比较可爱。哎，那你猜这个蓝丝吗？哎呦，真的好烦啊，神经病嘛，真的。还是因为我手滑哦，真的撕不开。你来，真的，你家里需要一个男人。你看吧，家里需要第三个男人。有区别吗？没有区别，我觉得虾味长得都一样，但它是13香味的，所以和麻辣的那个调味不太一样。1、2、3、4、5、6、7、8、9，27颗，也是250克。那其实是大大小小的问题。对，怎么越来越清淡了？它应该叫水啊水吧？果然虾是长在水里的呢，怎么会这么稀呀、啊？一个比一个水，还是说只是我自己对汤料的浓稠有执念？但这种炒货就应该要浓一点啊，浓油赤酱，就是因为你这样的话才能够在酱汁包裹在虾上面啊。万一越淡越好吃呢？肉也很一般哎，你知道吃这个虾，这是它的虾的身子，你里面吃到肉只有它的一半哎。它穿了件 oversize 的衣服，而且不是很好嗦，虾也不入味，吃不到什么十三香的味道，好水啊！我觉得跟上一个非常的像，水水的十三香。我们在煮的过程当中还是强调一下，我们是没有加任何水的。那怎么办？开局即巅峰？没有，下面还有超级文和友。文和友，希望你能够加油，好吧？吃嘛也是能吃，最怕就是货比货。这个是十三香的味道，后面加上一点点的辣，我来加点面尝一下。这个连面都不红哎，真的是沾了一点菜汤，太稀了吧。重点是它的包装上面专门讲说它可以拌万物。它可以拌吗？拌呢，当然可以拌吗？那是不是很准确？我只是可以拌而已。但拌就不好吃是吧？我没说。但我说实话，它拌面比较好吃哎。反转了。它虾本身不行，但是它这个汤拌了面之后，里面那个十三香的味道就来了，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稀。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你在干什么？它是三个当中面最好吃，但是虾最差。你这个选手是什么偏科是吧？怎么你去正骨的时候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是吧？面很香，对吧？可能是因为十三香的。怎么搞的？搜口面吧。它叫万物皆可拌，所以它是个调料，面才是主食。所以你是什么料理包吗？对，料理包。那你这个卖的时候，这里面配份面啊。最后一个，我可是在现场吃过的品牌。哎，请看 VCR。我吃了之后辣哭了，是谁第二天厕所里出不来啊？文和友香辣虾尾，这个就比较贵了，108块钱600克，可能品牌是比较贵的。为什么一个都打不开？我跟你说，家里还是需要个男人。这个志明，哦，它像一盘菜，里面还有生姜和辣椒。我看看有没有紫苏，闻一下，没闻到哎，就是香辣味。90、11、12、13、14个，好像也不多哎。是的，很少。它只要味道好就行了呀。是的，但是它的月销真的很惨淡哦，它月销只有2000，可能大家都在等上直播吧。文和友的这份你会发现虾的虾饺是没有处理掉的，贵牛了吧？我不知道，这可能是湖南的吃法，因为我们在店里面吃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是的，而且哦，你一煮开之后，我知道文和友，滋味飘起来了。它这个虾虾头的虾腮还在上面呢，极其难缩，缩不出来的。它这个得拿手掰一下。但它就只是一个头掉了的龙虾呀，它不是虾尾啊，虾尾就是要好缩，不用剥啊。它就会断在里面，根本就吃不到虾。而且这个味道呢，说实话外地人可能是吃不太来的，它就是紫苏加辣。但我说实话，它的调味比在店里面更能让人接受一点。这个虾是需要剥的，那为什么不直接吃龙虾吃虾尾，要多收我钱？这个虾尾去了虾头，但好像又没有完全去掉。哇，这份面也太幸福了吧。一口紫苏汤，我不懂，是我的错，我尊重这个饮食文化。我觉得调味我们抛开不讲，我就觉得它的汤汁很稀。有宝贝儿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东西没有人拌面吃的，那没关系，我们光论虾，虾这个东西在我这边分数也是不高，它没处理好，太麻烦了。真的，对于这个品牌来说，我就觉得有点品牌脾气很大，需要我去服侍它。好。
今天的虾尾大赏就是这样。总结一下，没有想到我今天觉得最好吃的居然是第一份，人家卖80万是有道理的。不是吧，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而且要声明，我们今天的视频所有的只针对于我收到的这份龙虾虾尾的口感来做一个评测，如果大家收到的东西跟我分享的东西有点出入的话，可以直接找客服做一个退换或者是调整。我希望你做好自己的品控，不要魔术推荐了之后搞事情。希望你稳住好吗？第二名会给天海藏，第三名会给虾虾，跟销量顺序一模一样。今天视频就是这样，希望对你挑选虾尾有所帮助，爱你们呀，啵。